又云：“举此体，这个体就是法界全体。啊，现在的术语叫全宇宙。啊，整个宇宙，法界体就是整个宇宙。作弥陀身土，身是正报。”土是医报啊，弥陀的正报跟医报是什么？是宇宙全体啊，佛门的术语叫法界全体。一切举此体做弥陀名号，那这两句话我们要是明白了，念阿弥陀佛就是念法界全体，想弥陀名号就是想法界全体，一法都没有漏。啊，一切经，一切诸佛所说的一切经，在法界全体里面，不在外头。啊，智慧、神通、道力，乃至包括相好，全在里头，也不在外面。那这一部经就是法界全体，这一句名号是法界全体。这还得了吗？啊，是故弥陀名号啊，皆众生本觉离体，就是我们自己的本性啊，就是自己的真心啊，就是诸法实相啊。啊，讲绝了，讲尽了，可见此经实实在在是大慈悲父如来世尊诚心即谈。啊，这个谈话讲到极处了，讲绝了啊！诸佛弥上何盘托出啊！一切诸佛甚深秘密之藏，这个藏的意思很广，就像华严经上所说的如来智慧德相啊，都藏在这个里头啊。啊，这个密藏慧能大师见到了，在他的报告里的第三句，何其自信，本自具足。具足什么？诸佛弥藏。啊，所以本自具足，不见心的人不知道。为什么？这个弥藏，它不是色法，就是不是物质现象，五根接触不到啊，眼耳鼻舌身接触不到，它不是精神现象，第六第七识圆不到啊，第六分别，第七执着
约不到。它不是自然现象，阿赖耶也约不到。但是它有，它不是没有。它遇到缘，能生万法。那这些万法就是如来密藏啊，开显了，展开了，让你看见了，活盘托出，就是全体都捧出来了，没有一丝毫保留啊。这是赞叹这部经是一切如来诚心祈祷诸佛弥藏活盘托出，这不行，这很得了。